军歌，相信很多人自然而然就会想起这首歌曲，那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的事业在战场》。在民国五六十年间，当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有鉴于部队中传唱的歌曲多为抗战时期所留下，随着时代意义的改变，为使军歌更具实用及成效性，于是在政治作战学校的音乐系中成立了军歌创作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囊括了当时军中各单位的杰出音乐创作人才，同时也在各部队中广征歌曲，共同为军中音乐开辟一条道路。我们的事业在战场，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产生的。这首歌《我们的事业在战场》，它创作的时代背景是在中华民国53年前后。到明年103年呢，这首歌创作的年代已经满50周年。这首歌最大的优点是歌词流畅，旋律充满雄壮的气息。这个歌曲创作的时代背景是民国50年代，那个时候还是两岸对立的时代。解放军想解放台湾，我们国军要反攻大陆，所以这首歌对我们军人的军心跟士气的鼓励是非常有用的。那这首歌的作曲者呢，左宏元老师呢，是民国38年跟政府来台，然后民国43年呢，他考取政战学校音乐科，民国45年呢毕业，所以他是我们政战学校音乐科第二期毕业的大学长。他的歌曲创作非常的丰富啊，总共大概有2000多首以上啊。知名的歌曲呢，像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秋莲》、《燕儿在林梢》，还有姚淑荣演唱的《今天不回家》啊，还有邓丽君演唱的《彩云飞》、《千言万语》、《我怎么能够离开你》这些歌曲啊。所以左老师是我们国军培养出来的知名作曲家，对当时的流行音乐的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他的军歌创作的作品呢，有《蓝天白云》、《前程万里》以及《我们的事业在战场》这些歌曲。那《我们的事业在战场》呢，就是我们今年国军的年度推广军歌，是一首非常雄壮有力的军歌。而歌词作者呢，刘英杰老师是我们政战学校影剧系第三期毕业的老师，他的军歌作品呢，有《英勇的战士》、《勇士进行曲》。啊，等一下我们在练唱他的歌曲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他歌词的内涵跟震撼力。我们的事业在战场为3段式歌词，主要使用排比譬喻的手法创作。第一段歌词以向江河涌向海洋，向星球环绕太阳的定律，阐述革命军人应勇敢奔向战场捍卫家园。第二段则以只要反共胜利前途有希望，只要革命成功个人有保障，强调反共复国成功，国家和个人的生命财产自然就有保障。第三段使用向农人忙于田庄，向工人忙于工厂，再次强调革命军人的事业在战场，也带出了整首军歌的主题，形成前后呼应的效果。我们的事业在战场，这首军歌是降 B 大调4/4拍，是一首很能展现部队精神的军歌。现在我们就请专业教官国防部示范乐队辅导长江小丽少校为大家讲解这首军歌的演唱技巧与重点。第一点，附点音符要清楚。这首曲子用了非常多的附点音符来展现部队的士气，特别是第6及第7句，只要反攻胜利前途自有希望，
只要革命成功，个人自有保障。在这两句歌词当中，有许多地方都用附点八分音符来表现。这些音符在实际唱的时候是很快速，而且不容易唱对的。因此，要把这几个地方唱正确的要诀，在于把每一组附点音符的第一个音稍微加重音，而第二个音自然的放轻，也就比较不会唱错了。第二点，休止符要确实休息。这首曲子从歌谱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每一行都有一个八分休止符。在这些地方，请大家在练唱时，利用这些短短半拍的休息时间，确实的换气，才能够将后面完整的句子唱完，而不会唱得上气不接下气。第三点，音符的长度要唱足。整首曲子一共有四个三拍长的长音，像是第五小节太阳的阳，以及最后两句工厂的厂，还有战场的场，这几个字都是押昂韵，在拉长音时不太好唱。我们在练唱时更需要事先将气吸足，才能够把这几个音的长度唱足，进而把士气表现出来。这首歌曲呢是采降 B 大调四四拍 ABA 式的曲式所创作的。那这首曲子的音域呢有十度，适合我们部队的行进间跟停止间所演唱。那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是弱起拍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右脚起唱，所以我们在发音的时候，在起唱的时候以及指挥都要了解并很精准的掌握。而弱起拍起唱的歌曲呢，我们要特别强调自团重音的演唱方法啊，像第一句像江河是一个字团，涌向是第二个字团，海洋是第三个字团，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像江河是一个字团重音，涌向海洋，所以整曲是像江河涌向海洋啊，这样子演唱就一定可以唱出我们部队的活力与精神。像江河涌向海洋，像江河涌向海洋，像星球环绕太阳，我们是革命的战士，一起奔向伟大的战场，一起奔向伟大的战场，只要发扬光盛的前途自有希望，只要革命成功的人自有保障，向农人忙于向工人忙于工厂，我们是革命的战士，我们的事业在战场，我们的事业在战场。其实大家只要用心练唱这首军歌，自然就能够感受到一股豪迈勇往直前的气势。在唱的时候，尤其要将拍子速度稳住，千万不要越唱越快，因为接下来在出现附点八分音符以后，会很容易产生赶拍子的情形。加上这首曲子因为是弱起拍开始，也就是说行进间是由右脚起音，因此建议遴选具有基础乐理概念的同仁来担任发音者，并掌握平稳的速度，才能正确地将这首雄壮的军歌表现得更好。身为军人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家卫国，就如同今天我们演唱的这首军歌，我们的事业在战场一样，要如何管理好一个连队，并且训练他们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或干部，就是身为连长我的责任。军歌不单只是唱出军人的气势，也唱出军人的精神，不管是对国家的忠诚，或者是对国民的责任，或者是对自己的自律，都能在每首军歌当中一一呈现出来。歌曲中不只有激励国军士气的歌词，也有叙述农人与工人的工作情况。这首歌充分表达出军民一体的概念，也表达出一个军人在一个连队中都有不同的责任义务需要执行。士兵们要听从士官的命令，士官要听从士官长的命令，而我也要听从干部的命令，思考该如何去执行，所以一层一层环环相扣，让整个连队在连上干部的带领之下一同完成各项任务。我们的事业在战场，这首军歌曲风非常的轻快，歌曲内容也容易让人
朗朗上口。在歌词的意义中，更道出了国军弟兄一起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是革命的战士，一起奔向伟大的战场。每当听到这段歌词时，总让我感到热血沸腾。我们的国军弟兄就像歌词中所形容的一样，是个战士。不论身处在多么艰难的环境，相信全体国军官兵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为了捍卫国家安全，陆地战训本务，勇往直前。我们的事业在战场，我们的事业在战场，在整首歌词中代表着我们军人跟每个国民一样，都有自己应尽的责任，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当国家有难时，要挺身而出上战场奋斗。身为一名士兵，我们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在执行任务时依程序步骤要领，把长官交代的事情圆满达成。我在连上所负责的业务是轮车的保养，这就是我的战场，因此在我的用心及努力下，相信这些车辆一定是没问题的。平日除了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纪律外，也要带领全连同仁持续强化战备演训任务，锻炼他们的体能及技能，才能够完成长官所交付的任务。有没有信心？有。我们的事业在战场这首军歌已传唱多年，歌词当中像是江河、海洋、星球、太阳都展现出一般宏大的气势与景象，同时也借由农人忙于田庄、工人忙于工厂的譬喻，来强调战场与军人的紧密连结。这首充满昂扬斗志的军歌，更需要我们用心地来唱出它的精神与士气。我们的职责在保家卫国，就像是农工商各行各业一样，坚守自己的岗位，捍卫家园，也希望借由我们的事业在战场的传唱，把这份精神继续传承下去。向江河涌，向海洋，向星球欢迎。